师兄打得好，我师兄打得对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大家就送到这儿吧。主人，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我要先把我的情况告知方丈和师父，才能知道。各位，告辞了。恭送主人。主人不在，这段时间大家务必小心谨慎，替主人守好灵鹫宫。是。我们跟上他吧。可主人不是不让我们随侍吗？主人武功虽高，但生性老实憨厚，保不齐受人欺负。我们悄悄跟着，不让他发现就好了。对，没错，走吧，跟上他，走。嗯。前面便是大宋。有发现阿紫新的讯息吗？没有，不过据我们的人回报，阿紫姑娘应该还是跟那个姓庄的在一起，一直待在丐帮总舵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先去洛阳。数月，我却干了许多违反清规戒律之事，也不知道方丈和师父是否能见恕，许我再入佛门。怎么？你沾了荤腥了吗？是，而且不止沾了荤腥。你喝了酒了吗？师父在上，弟子所犯戒律还有更胜于这些戒律的。跪下。你小小年纪胆大妄为，你敢犯那么多戒律？今天我要是不揍你一顿，难消我心中的恶气。你不疼吗？师兄，既然是责罚，不该手下留情。师兄，请尽全力。师兄打得好，我师兄打得对。师兄稍作休息，再做责罚。起来，我罚死你！我小僧犯戒众多，理应受到重罚才是。对，重罚！我罚你，我罚你每天挑100担粪水给我浇菜。少跳一担，我用这个鞭子，我用硬扁担，我打断你的腿。我好，快去呀！
这一世人谁在笑我，不疯魔不成活，众生已经山苦海过，一切皆有所得。前尘事多惊人，等他干涸再着色，繁星皆春千秋万壑，皆与泪滂沱。人生若有你多，这生死又如何，何惧让我去化作强河。烟笑你多情到碎梦，不过是江湖一眼波。人生若有你多，起富贵又如何，何问这对错的是空色。若跨过轮回寻因果，这命运奈我何。今生若有你多，起富贵又如何，何问是江湖一眼波。今生若有你多，起富贵又如何，何问这对错的是空色。若跨过轮回寻因果，这命运奈我。用点劲儿，你看这路烂成这样，你也不会搞一下。哎呦，师兄，师兄，哟，怎么还带着呀？来，师兄，这不是本寺的规矩吗？你这说借就借，哼，那么多货。那师兄，我来，来点儿，我来。师兄，和尚，多谢师兄。这两日多有得罪啊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好，好不好？师兄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还是不原谅我呀？你不原谅我？师兄，这又是何意啊？不是。我要保住我的眼珠子，除非你亲口答应原谅我。